秋天第一场简单生活节，到上海感受假日 City Vibe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Mr. Miss。 那肯定是躺在床上。不，就是这个姿势。好。想到，当然是想到我们的新歌刚刚发行的新歌，好声音，大家多多关注。低语唱两句来。是谁在梦里，谁在爱里，你能这里，对不起，我有完整的谜语。我记得有一年简单生活节，是那个李宗盛老师在主舞台演那个，哦，他的一堆那个，对，不脍炙人口，不脍炙人口的那种给别人写的歌，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现场，觉得特别过瘾。比如说像两个女孩啊，像七点钟啊那些歌，然后他最后说一定会给大家大合唱的机会，结果没给，然后特别有意思，特别酷，对，就直接走了。最期待的事儿，来一场既有态度又任性的爵士乐大 party。10月4、5、6日，上海森蓝绿地，简单生活，深呼吸。